原标题为慈禧代笔的三位才女，一位俊男。慈禧太后向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，慈禧太后是个颇好风雅的人，闲时喜欢练字习画，怡情汉墓，学会花卉，常以所作。此必姓 BX 纳克，宠爱大臣，久之司的一二代笔妇人，乃令各省都府密旨。慈禧太后为拉拢一些亲近大臣，常能赐一些书画作品，得知者视为殊荣。但因为自己的书画水平和时间关系，就想着找几个精于书画的才女俊男来代笔。一妙佳慧，妙佳慧菊花，这其中就有一位名佳慧，字素云的女子，云南人，善画花鸟，毛笔字意写的楚楚动人，于是被选送入宫为慈禧太后代笔。慈禧召见，面试之，大喜，置诸左右，朝夕不离，并免其跪拜，月给俸200金，及200两白银。于是妙氏遂成为慈禧之亲客，外间多以妙太太衬之。妙佳慧花鸟作品局部进宫后，妙佳慧深知老佛爷不是一般的学生，他不能以老师自居，同时又得让老佛爷的字画有所进步，否则会招致不测之祸。慈禧太后喜欢画长寿的仙鹤，他就得体的施教，并让其不觉得有脚的味道，总之是处处小心，于是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。妙佳慧花鸟作品，妙佳慧发觉慈禧太后很欣赏唐代的武则天，于是画金轮皇帝滚冠临朝图一件，让老佛爷极为高兴，当即放下画轴，用手在妙佳慧女士的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。这当众一摸，使妙佳慧女士在宫中的地位一升百丈，上至皇后嫔妃，下至太监宫女，见面都称她为妙太太、妙先生、妙师傅。妙佳慧花鸟作品，妙佳慧花鸟作品，妙佳慧花鸟作品，妙佳慧锦鳞游泳，妙佳慧花鸟作品，妙佳慧花鸟作品。慈禧太后死后，妙佳慧还在隆裕太后身边待了一段日子，因隆裕太后对书画全无兴趣，最终让他出宫回到昆明。好在当时他的名声已显，求买字画的人川流不息，可以生活的很金贵。他买了大宅院，又用卖画的银子给儿子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，然后在77岁的时候，静静地尝试于他满壁书画的卧室。妙佳慧字画像清末诗人陶农不曾有一首诗，描绘了妙佳慧的宫廷生活。诗曰：八方无事唱皇情，七侠挥毫六法经，陈汉出城只得意，宫人传唤妙先生。妙佳慧花鸟康生在晚清宫廷女画家妙佳慧这幅花鸟画上的题跋：一笑琼飞下翠峦，冷云无际天漫漫，山空长是无人岛，只叫先秦护小寒。56年于杭州文物总店的此晚清妙氏花卉集，喜喜喜色，观之心情大悦。9月初8日，康生观之心悦者，当为妙手。康生又提前印大公无私，清慈禧于早图故宫博物院藏本幅有题：海国春深乐有余，光绪甲辰嘉平月中换玉笔，后前寒河吕中白方一印，立居真朱方印，上方正中前慈禧皇太后之宝朱文方印，右侧为大雅斋朱长方印。此图设色绘有余，水藻色彩淡雅，笔墨清新，极有可能是妙氏代笔作品。清慈禧作品受陶二王韶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和妙佳慧同时进宫的还有另外一位女画家王韶，号东青，浙江人。因为王韶是艺术家的气质，教画就教画，就真把老佛爷当做他的学生，每天布置几张作业，还在老佛爷的画上打分写评语，什么有进步没进步的，弄得老佛爷很不高兴，王韶也觉得兴味索然。2年后请求放归，老佛爷自然首肯。清高自许的王韶出宫后过得很潦倒，贫困抑郁，就自杀了。死前把画的画全烧了，
三层兰芳，层兰芳作品，层兰芳也是为慈禧代笔的一位才女。清末民初，云南有两位著名的女画家，一位是昆明妙佳慧，一位是镇雄层兰芳。层兰芳号之南，出身于官宦人家，其父曾进府。清咸丰五年1855乙卯科举人，曾任四川汉川知县，代理金堂、德阳、嘉江等县知县。曾兰芳有以画花鸟著称于世，时趁女时，她作于光绪20年的花卉瓶四幅，合作于民国17年的绢画行柔四条瓶，现存云南省文史馆。曾兰芳作品局部。1908年，慈禧死后不久，高龄的妙佳慧离开皇宫时，曾兰芳已无下落，不知道何处落脚。但是可以肯定，出宫后的曾兰芳虽悄无声息地隐没于乱世，可是他依然在画画，而且画画的技艺已经非比寻常。他出宫以后的画更为自由活泼，切近自然，似屈兆麟。屈兆麟作品。屈兆麟是为慈禧代笔的一位美男子，对花鸟、山水、人物无一不精，尤善于松鹤。他不仅为慈禧代笔，还因其工笔画水平不弱于郎世宁，因此尊皇帝之主，常访郎世宁的作品。屈兆麟1866到1937年，字仁甫，北京人，少年时拜清廷画师张乐斋为师，学习工笔画。因刻苦学习，青年时绘画技艺已颇具功底。他18岁时，经张乐斋向内务府推荐，进清工造办处竹艺馆成刹，任专职画师。其画作主要用以装饰清宫各殿堂。屈兆麟作品。屈兆麟当年在宫内画的大都是寓意长寿的松柏、仙鹤、灵芝草、蝙蝠，寓意如意的菊花，象征雍容华贵的牡丹，多子多福的石榴等。这些题材的画作深得慈禧赏识，常由他代笔作画以赏赠大臣。屈兆麟作品。此外，屈兆麟还接受其他特殊的使命，比如为皇帝绘制冬夏朝服的小样，为慈禧设计春夏秋冬四时的服饰图案，为各宫的妃嫔们设计饭单、餐巾的花饰等。屈兆麟作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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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艺术新青年原创投稿。26963385@QQ.com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